新单曲 Still Life， 而且短短的几天呢，就直接是占据各大韩国榜单的这个冠军啦。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呢，都可以去到 YouTube 上面去搜索他们这个 MV 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到尾声啦，想要重温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拜拜。晚上好，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，我是周秀阳。你好，我是苏金川。首先来关注新闻焦点。望珠乃迪宣布，4月11号的国会特别会议将只提呈修宪案，至于反跳槽法，则会在另一次特别会议再提呈。贸销部宣布，原定7月4号落实的非医用口罩需吸入认证规定，延迟到明年1月1号落实。国人被诱骗到柬埔寨工作，结果被禁锢从事非法勾当，张天赐现场视讯受害者。我是靖川，我是秀阳，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，我们再会。